我们一人一个，你也算是玩过江阴海洋馆的人，这是盖章。哥哥，小哭包，你才叫小哭包呢，我叫豆豆。他跟老师走丢了，我们把他送去广播那儿吧。哦，走，姐姐带你去找老师。不要，我要哥哥啦。你以为就你想啊？我也觉得你还是让哥哥拉着吧，一会儿咱俩都走丢了。走。欢迎大家来到江宜海洋馆，请游客朋友们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谨防丢失。贵重物品，你可要跟紧了。哥哥。嗯。这个姐姐好像是你啊。嗯。什么啊？她刚刚看小明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不是哦，刚刚哥哥不是都说了吗？姐姐是觉得他太可爱，太喜欢他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哦，走，姐姐带你去找大乌龟。看，大乌龟。嗯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我刚才是一转身，孩子就不见了，还好遇到了你们。不客气。反正我们也是要往这边走的啊。对了，我这有海洋馆的纪念吊坠送给你们吧，一点心意。一模一样的？也有不一样的。哦，不，要一样的，谢谢。啊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啦，跟哥哥姐姐说再见。哥哥姐姐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让让。刚才你牵着豆豆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了十年后的我。嗯，那个，算了。童言无忌。一整夜梦里总能遇见你。那我们一人一个，你也算是玩过江阴海洋馆的人，这是盖章。你是不是有超出常人的魔力，不然怎么轻轻触动我的心？该不该要不要向你说起？走啊。对你万分之外的欢喜，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些着急？这是除了校服之外跟亮亮的第二个同款，意义重大。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，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当着后座的夕阳，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要确保随时都能看见。